喂，我找到车了，我找到车了，我们的公益车，这个已经放很久了，这个要当公益车，对啊，他跟我说一台白色的，我刚刚找很久，我找到了，我以为是灰色的。ウルトラダッシュ Z3 地表最強のデュアルレンズ Ferrodo 百年欧系刹车品牌得您信赖セーパ格早くセーパ格を買いに来てくださいご覧のスポンサーの提供でお送りしています也在生叫顾伟啊这个你们的学长呢今天要把他这台拿出来处理我印象中里程数有点多了对啊其他的应该还 OK 多多少二三十吧还蛮多的嘞还能发吗我有带电报过来我先试一下刚刚还没讲你看公司现在太大了我在看门的时候就是要这个对象厉害了吧以后赏车有没有进来搭直升机飞过去看还是要坐高尔夫球车开进来是不是不错嘞好我再提议一下我再努力申请一下高尔夫球车叫互搏化的呀这样子放下会不会死掉不会的 Toyota 的嘞 Toyota 搞不好一触即发嘞哇塞滴滴卡掉哎来咯赞吧一下就发动不会那种咚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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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怠速平稳一千转里程数刚好反正符合我的38哇塞这是那个欧系方向盘这次一定要赞助了这个整理一下之前好像有整理过了啦其实我们一样放比较久嘛再检查一下现在可以拔掉了啦发动了就好了有没有发电机正常我那一天这样拔掉就死了如果发电机不正常拔掉就死掉了发电机如果坏掉电瓶没电就死了现在反正它的电量充足给车子多余的话就回充回来好比较不建议电池如果你每次用接电的你发电机很容易就坏掉了因为它要一直供所以它很容易就挂创了没有我跟你讲这样才叫反差看起来这样凹凹吵吵碎碎的不刚丑小鸭变天了走我们去变看看轮胎没气了我知道啊我忘记这台是几年的 Artis 了我们先洗啊我们这次反拍好了好不好我们先把它洗完不然检查好了客人来看怕到会不会有可能好内装可能就先不用好了外表先把它洗干净到时候这个轮胎应该都要换掉了这胎到底几年的17年的放太久了对放太久了啦差不多了该换了啦我告诉大家一个最简单的方式降避震器有没有降就降了你看车要长高注意看气压避震，你看，就在18而已，一下子就好了，哇，27、31，好，对吧？差不多。哇，比较凉一点，哇。要不要不要故意啊把这喷掉看到这一片叶片应该要来了吧号称什么没有什么洗不掉的还是什么没办法清洁的擦擦好了这样就可以了如果洗太干净了他们就没工作了我们家看起来还好到时候就是美容再做一下对那再干脆直接换一个电瓶好了啦熄火你觉得会发动吗我觉得不行了别换了嘞死掉了哎咻对啊你看引擎室也要请他们洗一下了直接换一颗了先拔负极再拔正极猜猜你知道为什么吗为什么
因为在拔负极的时候碰到的时候没修怕点，那装的时候要先装正极再装负极，你知道为什么吗？啊，你负极没上去哦，对，它也不会，它就没有电了。对，泰山这次的是对的，就修了嘞。这是水的哦，本来就有水啊，免加水是没有盖子可以加水而已。很久没有看到水这么明显的，可能这个都绿的啊，看不到啊。绿的本身都看不到，是别人看得到。你要怎么提醒你的朋友被绿了？我是戴一个帽子，在他面前晃来晃去。哦，最近我比较喜欢吃绿色的食物这样。哎，我先试看哎，刚才伊搞我冲，我做了都无电。有电了，虽然它跑比较多，可是看起来都还干干的，没有什么灰尘很多啊，没有发动都会这样啊。好了，安排。The next day， 先看上面刚刚看过，好像是还不错哦，还 OK 了。这是抛啊，嗯，啊，这是刹车嘛，对，刹车还不错啊，没关系，反正。我们现在讲的不一定会准了，好了，直接跳过。你打到广播呀，让他打。我们直接看下面是湿的还是没有湿的啊？哇，当过高嘞，注意啊你啊！哎，你看，果然是神车啦。这算吗？不算啦，没有滴下来都不算啦。这是油气，这是准螺丝搭。你看，哇，你看上面有灰尘呢。变速箱，哎，哇，有出力轨，出力轨，搞鬼啊，搞鬼啊！防尘套，哦，新呢？对啊，只是说可能被我们放到生锈了而已。哎，这底下都开轨啊啦！避震呢？避震看起来是没有。哦，三脚架也换过哎，这个都换过。哦，这不先换回啊？这换了嘛，好像蛮新的嘞。所以你们其实处理过了吧？好像有处理过了，可是时间比较久，忘记了，轮胎一定要换。等下防尘套都不见了，正常的啊，人家在固啊，防尘套破了它也是干的，真的很厉害。我换小陈看一下好了，给你看一下啦，这比外箱还大嘞，真赞啊！镜头是在孔雀啊，小鸟盖啦 ，LB 盖垫片，看到了，有没有？这边有一滩，有没有？黑黑的那里，对，上面那里，可是他之前换过，有没有洗干净？对啊，有可能要洗干净试车完再知道。感觉它后面的力面比较薄啊，太薄了。对啊，我后避震也放过呢，我看过啊那个放两年有了吧？我来多久它就放多久，大概啊。这个油管要换，已经开始变了，六块六啊，加油管了。因为这个放久了，它会从这边有，你看前面这边已经都裂了，这个就会开始裂，到时候就会漏油，没满也会漏，有没有？它在最低的位置。这个厉害了啦，这个用八的。有没有看到？对，它应该是之前有漏，然后没换垫片直接扒住。说这个，因为通常不会扒整圈呢、啊。所以有出力轨了嘛？有出力轨啊，都是爱碎碎的啊，因为你加东西啊，你看。哇，丢啊！丢啊！所以总结还是要试车。对，那开个礼拜之后就知道了。那你脚看起来是全部都换过，你看这一只，用心的啊。来踢一下修花好了。哦，我看到了，都剥落了、啊，下面都有一片。哎呦，那我这原本电波弄掉嘞，不然先给点吧。好吧，试车吧，好。Ultra Dash Z3， 地表最强的 Dual Lens。Frodo， 百年欧系刹车品牌，得您信赖。正価格，早く正価格を買いに来てください。ご覧のスポンサーの提供でお送りしています。哎，试车啊，试车，看有没有声音。声音吗、啊？听起来好像没声音啊，但上环东都不知道。偏偏就要上运动，啊，这忍耐哦，一定耐。对，那可能这样更紧你啊，冷汽油啦，会啊会冷啊，轮胎比较潮，轮胎要换啊，没差、啊。我们去快一点。不要了，轮胎放很久了。它是格子啦，格子烂掉了。它这个前挡没有贴了，就上面这一节而已。觉得如果真的有需要的话，可以更换，我再跟你报价，一样有个天天价，好不好？哎，没声音啊，很正常啊。比泰山的野马好多了，泰山野马会像稀稀甩甩，对不对？好的、啊，气，对、啊，好的、啊。椅子状况没有很好了、啊。哎，你看见铁了，一边开车一边抠，这样，没办法，还不错啦。里程数真的是多了一点，可是感觉上状况还不错、啊。哎，你刚干嘛？我外挂、啊，我那个吹归你一边。其实也不会抖哎，空档跟低档、啊、没有什么感觉。哎，已经讲完回啊。这台什么都换过了吧，就是没有光有点糟。这个就是我们要化腐朽为神奇的，叫人家弄，我要叫人家弄。对啊，重包，厉害了吧？哦，这个叫人家弄，哦，这个你可以自己弄，还是把它粘死？不行不行，
要不然让它不见了啊，这个是植物空间，让它不见了。这个比较不会坏，坏的是这个，很容易断掉。我记得可以开吧？天窗可以用。哦，可以嘞，可以，会不会漏水？应该不会。对啊，我们已经放一年，它应该如果会漏水，里面应该都是。你那是满的吧？大概吧。一年的雨量应该够吧？那些，你要自己弄还是叫人家弄？看买的人要怎么弄？我是觉得，对啦，还是看人啦。可是这台哎很新嘞，2005年嘞。2005年车变38万。17年，一年2万多，听起来合理啦，对不对？有吗？你一年跑多少？1万左右。哦，那你算少了。那你一年跑多少？五年。可是我油钱其实很省，也没在开吧？可以啊，他这样油钱也应该蛮省。这油钱真的很省啊，再加9295都可以。可是我建议还是加95了，试不出来什么的。对啊，都都弄过了。对啊，其实我觉得Toyota在像这个市区像开都超好开的，但都没什么东西。再怎么快，就是顶多也是60-70而已啊。没车的时候就不一定啦，我知道你要笑这个，可是有车的时候你像那一天去公车嘛，你超啊，这样怎么超？你告诉我怎么超速？对，超不了啊，对啊。这台车2005年阿提斯，一般我们卖是卖多少？正常也要随便，现在阿提斯应该都有10几万以上了，也还有10几万。有啊，神车都不会减了，其实它已经到底了，它不太会折了。状况好的话还快将近快20万，不好的话就是大概就是10几万。假设我买这台车好了，我算给你听就很简单。第一，假设我售金价5万块，啊我整理在5万，那请问我要卖多少？15万。对啊，所以那车是不是卖个10几万都很轻松？啊你整理5万怎么算的哈？假设来你5年的车，你也不用太开心，因为外表应该都要全做，哦全面做2万块，底盘漏油对方再弄一下2-3万都随便都不见了，就这么简单。假设内装我又用到好。超过10万、欸、啊！我开价将近快20万，你也惊到，还没20年的车，你卖我20万，对吧？可是真的维修的成本就是那么高啊！嗯，我这样算应该合理吧？啊，对。ウルトラダッシュ Z3 地表最強のデュアルレンズ Ferrodo 百年欧系刹车品牌，得您信赖。正価格，早く正価格を買いに来てください。ご覧のスポンサーの提供でお送りしています。耶，好了，刚试车试完了，底盘还不错嘞。这就是我们这个月的主打新公益车了。喜欢的话，就是到时候我们也会公告。这个车就是底盘那些都有处理了。再来就是要维修的项目一些啊，第一换轮胎，好，我们再凹一下欧系好了啦，方向盘看你可不可以用一下。再来啊，皮椅啦，就比较破损一点，如果你真的要换掉，可能要自己斟酌一下。喜欢的话，就赶快可以下标。我就觉得是一个心意啊，6万、8万、10万、100万，我都不会介意的，爱心是无限的，好，不要用金钱去设计它。好，喜欢记得帮我订阅、分享、开小铃铛哦，我们会越来越多，还欠人家好几台，赶快上映了，我要来去吃饭啊，好，拜拜。